的床，哇，这个是比我们家 king size 还要大哎，那舒服舒服。哇！赵小乔，女人说，哇，好黑哦！这次的小旅行呢，有蛮特别的意义，我们是要去参加一个免疫妈妈的 party。亲爱的宝宝，妈妈好喜欢带你旅行呢，我们就出发喽！嗨，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大西威斯汀的大厅楼，翘脚怪。哦，现在已经很晚了，然后我觉得晚上这边的氛围还蛮好的。哎，开心对吗，宝宝？妈咪，你们明白？耶！出来旅游好开心哦。我们要去房间看了哦，这边真的还不错哎。对啊，除了它没有充电桩。对，它有今天开了半个小时充电，再开半个小时回来。对，真的疯掉了，非常强烈的希望上层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来几个充电桩，谢谢。嗨，从电梯出来，因为它风景也很棒哎。对啊，而且这边的木板地我很喜欢。对啊，我喜欢木板。这小木板感觉很好哎，小草小木板。然后呢，我们的房卡在哪里呢？噔噔噔。哦，那是手表的。对啊，你也有一个。哇，我们住行政套房，所以有客厅啊。不用全部来太可惜啦。好棒哦！哎，我喜欢他们的房间呢，是我们喜欢的风格，对不对？对。哇，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桌子哎，很棒的空间哇！第一次看到那么漂亮的卡片 ，Dear。Miss Zhao and Mr. Liu, a very warm welcome to Westing， 很好看哎。嗯，还有水果啊、饼干啊，哦，当然了，宝宝的消毒锅。因为我在网络上真的看到很多很多，不管是 YouTuber 啊，还是部落客，都有介绍这一间亲子饭店，听说评价非常好，然后是那种梦幻 list 里面的，然后落地玻璃，哇，可以出去耶，我们出去看一下好不好？好漂亮，拍得出来吗？光的部分有。漂亮哦，然后泳池，然后刚刚在那个三角的那个地方，就是有那种 happy hour， 就是有爸爸可以喝酒的。那旁边就是环山。因为我们这趟来其实是有一点点台风的尾，还是有一些下雨，所以我这次就没有带他的泳衣来。我们来看房间好不好？他这个行政套房很不错，刚刚客厅有看那个阳台，然后我们房间有一个阳台，完全落地窗，然后很舒服。早上可以来拍拍看。对，然后这边、哦、我们可以拍个缩时看看，好久没拍缩时了。然后你看我们的床，哇，这个是比我们家 king size 还要大哎！你们去舒服舒服，你们舒服舒服，舒服舒服。这么满意的脸，哎呀！你看这边开它，超开心的。爸爸你喜欢吗？好漂亮，对不对？嗯嗯，你看它，哇哇，它这个好大哦！你要不来拍？好大的衣橱哦。嗯，人都可以站进去了。完全可以耶，就是那么大的衣橱，拜拜。而且它这个木头味是好闻的哎。对。然后来，我们的行李在这边，又是人可以走进去的地方了。它这个房间真的很大，很舒服哎。嗯。然后我们来看浴室，你喜欢的地板，人字纹的，你喜欢的。哇，好棒哦！待会你可以看自己洗澡，爸爸。嗯，你可以看自己洗澡，好不好？然后一样啊，通常这种。很好的饭店啊，都、就是这种双槽，然后一个淋浴的，那淋浴是可以坐着的耶。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厕所。耶、yeah, ，我们到床上去吧，噔噔噔，啊啊，起来啦！我先跟大家说晚安好不好？然后明天我们要拍吃早餐，然后还要拍你玩的地方，好不好？好。原来好舒服。早安了，宝宝，你在看妈咪化妆啊？哎，早上把窗帘打开，然后面对着这样的景，化妆感觉真的很开心哎。是啊，像一幅画一样。那这边整个环绕的应该是高尔夫球场。嗯，对，我们的远方就是高尔夫球场。对。然后我们还看得到旋转木马，哎，好开心哦！我们一定要再来，好吗 ？OK。昨天晚上跟群群视讯，他整个就说 ：“Oh my god！” 早上应该再给他视讯，再给他看一次。嗯，超开心、嗯。他昨天晚上开心到一点才睡觉。对呀、啊，哄不睡。早上起床也是。嗯。哦。耶、yeah。
备吃早餐了，宝宝。哇，好棒的位置哦！耶、yeah, ，他们这边特制的宝宝南瓜粥，迫不及待了。嗯他不喜欢吃，他有时候就是这样，但再过五分钟，他可能又喜欢了。对啊。真的吃的东西好多哦。超级的，一眼望不完。对啊，一眼望不完。光吐司就有三种，有白吐司、全麦吐司，然后还有宝宝吃的胡萝卜吐司。然后这边真的很享受，因为它那个大片的锅里啊，很舒服，很舒服。然后我发现呢、啊，这边。真的就是七八成都是亲子的，而且我觉得超多年轻的情侣来，嗯，一个好棒的地方。嗯，你看这边还有蚵仔米刷，噔噔噔噔噔，在饭店吃到蚵仔米刷就是开心的。哈哈，妈咪妈咪妈，这边是我吃过第一名的早餐了。啊，跟金华比吗？跟任何一家比，哇！目前我可能去的地方不够多啦，但是如果你们很喜欢在酒店吃早餐的话，我觉得大溪的威斯汀酒店可以来试试看，超丰盛而且多样化，然后服务真的超棒。我们要去玩喽！噔噔噔噔噔噔。老板娘，嗨，你们好，你们招手，你们挥手。啊，挥手好棒！来，妈妈这里。哇，你好棒哦！挥手啊！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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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耶耶耶！来这边，小熊，在那里，小熊在那里。哇，你要不要上来？老板，妈上来这里。刚才有沙，可以玩。刚才有个沙子，但今天开始有风雨了，可以出去。蛮好的，然后小孩就可以穿雨衣，然后这边玩玩玩玩玩。妈咪专属派对，第一次参加这种 party 好紧张哦，所有的宝宝都是跟我一样是免疫妈妈。我们有一样的失去，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好心疼他哦。那我们来欢迎那个最有气的妈咪小乔。原本以为我今天不会哭的，今天呢走到这个场里面，感觉特别不一样。看到每个妈妈呢，然后给对方一个眼神跟微笑，然后就是那种啊，你懂的，你懂，你懂，懂你懂。就是那种感觉，因缘机会之后，我就来找到赖医师，他眼神是非常有企图心，比我还要想要我有个小孩的那种感觉。然后到27周跟大家宣布说，其实我怀孕了，然后宝宝是女生。为什么选在27周呢？因为我是找施锦中生的，施锦中就跟我讲说，27周以上，现在台湾的技术，只要有任何状况，生出来都一定救得活。对，所以我才敢公布。但是我记得我去找施锦中的时候，我也很谢谢 Angel， 很谢谢宋子淼，因为呢，你要去找产检医生，你要去报告你的怀孕史嘛。对。就宋子淼呢，帮我准备了5张 A4 纸，印了满满的。然后我去找施锦中，他就吓到，他觉得这个人是要准备来报告什么吗？这样子。施医师其实也很谦虚，他也是说有很多东西其实他没看过，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过程，一直到现在。耶，宝宝也让妈妈来抱一下。这一路其实如果没有人陪伴，真的走不下去。有时候客户跟我说肝素很痛，我是想可能真的很痛，其实我也不忍心看。有时候我把客户的肚皮掀起来看都是淤青，我也是蛮不忍心的。其实我真的佩服各位一路这么勇敢走下来。在座旁边的先生呢，这个时候应该给老婆一个 hug 吧。
这是他 mini bar 里面的 iced coffee， 看起来很厉害。啊，我们家宝宝睡了耶，他第一次这样子累到直接睡着，这趟来真的很开心，而且看到这么多免疫妈妈，而且让我感动的是，胚胎师 Angel 讲说，因为其实今天是有点风。对啊，然后而且是在桃园大溪，所以大家必须要特地来这个地方参加。嗯，然后居然只有两组没有来，因为这就是我讲的，就免疫妈妈是一个怀孕的族群里面算是少部分，所以当有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愿意来分享经验，或者是来看别的宝宝。对，今天也听到很多他们怀宝宝的过程，真的都不输小乔，都很辛苦，所以我就一直跟小乔说，我希望你能够多有机会去跟更多人分享这件事情，因为这条路真的很辛苦。我很愿意啦，然后请大家期待，因为接下来我会出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很多心情上面的东西。然后我也很开心听到赖医师讲说，现在他们有更多的对策去对付免疫这一块，然后让这些免疫妈妈不用耗费那么多次，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可爱的宝宝。对啊，而且想要一个宝宝是个梦想，真的真的。那怎么样让大家在生命过程中都能完成这个梦想，迎接一个小生命，好重要啊，这件事情。然后也要很谢谢啊，今天在会场里面或者在这个酒店里面跟我们打招呼、跟我们拍照的朋友，我觉得就那么一个眼神的交汇、一个问好，或跟点点宝宝说声嗨，我觉得就很感动了。然后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这样的一个交流，从 YouTube 的频道，然后恢复到实体的见面，我觉得这个是最珍贵的。所以真的，下次在路上看到我们，尽量打招呼哦，不要客气，不要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这种温暖真的不是隔着屏幕没有办法感觉的。然后我对特别要讲的就是，我们去给点点宝宝上这些游泳的课啊，或者这些协调身体的课程非常重要哦。大家不要想的是什么他会变多强壮多健康，不是哦，是他对于空间的探索好奇心会增强。所以今天在那个球池，我就很开心，看他自己到处爬，到处交朋友，然后到处去摸索一些他从来没碰触过的空间。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怎么把宝宝这个好奇心跟他主动积极探索这世界的那种动力引发出来，才是课程的重点。所以像你是真的比较久没看到宝宝，对啊，特别有感觉。是啊，就这样呢，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我们再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点点宝宝的睡容。拜拜。那是赖医师的妈妈。天哪，他叫妈咪全世界最好听。他叫爸爸也全世界最好听啊。这是 Grace 阿姨。啊。妈妈。妈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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